哎，大家好，现在来介绍我们这个义鼎农场的牛奶果哈、哦。来，我们来先来采这颗。这今天是三月十号，啊，来看一下，很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漂亮一颗，漂亮，有没有漂亮？啊，好，这里好了，这很会生的哈，结实累累，结果。这粒呢，好吃呗！哇，这颗也蛮大一粒哦，哈，很漂亮。牛奶果是一个很会结果哈，结果。好，这粒好了，我、哦、这个还这还绿色，这还没有转色，这还绿色哈，这可以，这个它在半个月左右哈就会转色，这还绿色的。再把它包好来，好，看这颗好了，这颗呢，这个哈要蔬果，要蔬果，不然哈那个结太多的话，颗粒就没有那么大，哇，哦，碎了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也漂亮，是的、哦。很讨喜哦！来，慢灯给您播价了，睡吧。这个叫紫钻牛奶果，这个是从台东那边引进过来的品种哈。我们今年哈那个疫苗哈一亿多种苗了哈啊，有喜欢的好朋友哈啊，可以跟我们预定哈，大概在一个月左右，在四月份的时候哈苗就可以出货了哈，嘿。以上介绍，那跟大家介绍，好。